我是杨宗纬，我也是走私团的人，带来这首《矜持》。通常很多好歌都是从女人的心思出发，何不也唱唱男人的心思，用女性的观点？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是一个考验，男生的矜持是怎么一回事？
将我在寂寞的眼里，你终于在意在我的房间里，你闭上眼睛亲吻了我，不说一句，紧紧抱我在你的怀里。让我深深去爱你。谢谢大家。谢老师，他叫王文颖，姓王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当中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空灵的感觉。其实我想到的就是台湾原住民，他们很常在，比方说两座山之间，像遥远的对方，很直挺挺的，然后你唱出来，我希望透过这个很直接。然后没有不假修饰的一些声音传达到每个人的心中。老师好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。哎呀，我姐，好久不见，好多，谢谢。欢迎。完美，完美。恭喜。老师好。你好。